以下就是我们必须准备材料哦。首先把爆香的材料放入搅拌器里搅碎备用。然后热锅倒入油，放入酱鱼仔，小火慢慢炸至金黄色，炸好后就捞出备用。放入爆香的材料，小火慢爆香，放入鸡肉炒至半熟，放入小米椒，再加入虾仁，翻炒均匀，加入大红椒，放入空心菜，翻炒均匀，放入冷米饭，慢慢把米饭压散，翻炒均匀，放入调味料粉，翻炒均匀，最后关火，放入酱鱼仔，翻均匀，炒好后就能出锅啦。那超简单又好吃的 nasi goreng kampung 就完成啦，来试试一口吧。超香超好吃。那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，喜欢我影片的话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哦，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